玩过，但没有边缘人，但是边缘人没有 Raid 可以打。骑士喵，谢谢你订阅四个月，谢谢你的支持，玩到十等。魔兽世界 PVP 在哪爬巅峰十三也太难了吧？我有朋友已经爬到巅峰一了啦，但十三应该太困难。我现在还没有看过有人 DH 装等比我高，然后拉的比我狂的。午餐吃什么？我也在想哎，你们午餐都吃什么、啊？你们是不是都吃咖喱饭啊？我朋友最近每天在吃咖喱饭。突然发现我们已经打了两场 low 是不是？还是三场了？一场夜骑，一场特朗格，哦，两场而已。不爬 Overwatch 吗 ？Overwatch 很弱哎、欸、，Overwatch 真的很弱。我挖掘真的是太弱了，弱到大家都不想看。炒饭、炒面、水饺，看好想吃哦，好想吃哦！哎，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发生什么事了？为什么我进中路？起来吧，再为你的主人进中一次。麦当劳，不要麦当劳啊，吃腻了。我本来不想重击，重击然后去打红比较好，但后来想一想没办法，因为打还慢。起来吧，再为你的主人敬重一次。啊，起来。我被卡住了，刚刚走不过去，吓死我了。真红直接超鬼对不对？帮我问问看你们有没有朋友有真红之蝶的啦，借一下啦，不然便宜卖我啦，啊，抖内我啦，越讲越过分，借一下啦，有没有朋友有林真红之蝶的，借一下，然后我再跟别人借我的位。借一下嘛。中路没闪，真假的？昨天紧急放假，晚上赶高铁，真是超恐怖！恭喜你至少有赶到啊！我觉得有看我台的人真的运气都很好哎、欸，我身边的朋友运气都还蛮好的。都很有福气啊！看看那个吉祥，看看那个魔石，这个 gank 怎么样？我本来以为不会成功，所以我话都没讲。哎、欸，借七只，爽！我以为我不会成功啊，所以我刚刚一句话都没讲。可是我运气好吗？我运气蛮好的吧？
我自认自己是强运王哎、欸，我自认自己是强运王啊！哇，他来我家，Desperation. Oh, that's. 哎、欸，我要听那个，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这首？有听过这首的，麻烦出来一下。没有吗？没有吗？真的都没有人听过吗？我自认强运啊，我马英有两个角色加15啊，然后其中一个是90等级装啊。加油，金克斯！加油 ，nice！ 不推一下吗？不推一下吗？很大声嘞！太大声了，看我的台运气会变好吗？我觉得见仁见智啊。我觉得运气这种东西很多部分是你可以就是你依附别人的运气以后呢，你要认为自己的运气有变好，你要这样子去思考，你的运气就会变好。我从来从出生到现在，从头到尾都没有想过我自己是运气差的人，从不曾思考这个问题，我永远都坚信自己是个强运的人。你家一直停电，真的假的？在哪边啊？看我才交得到女朋友吗？交得到男朋友了，哈哈 ，What the fuck？ 哈哈 ，What？ 空，空，呜呜。
空。哇，他硬推中欸，超派欸，干嘛把他推到？他们好保守哦。我觉得帮下路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他们没有控制技能，我应该帮上路。我帮下路没有办法拿到什么东西。你是在跟给雷格尔打架吗？你不会是挑战雷格尔吧？我出全身上下攻击装欸，我虽然跑是追不到你，但我只要一追到你一定死啊。刚刚那一超歪，我想要买蓝色。哇，我的聊天室观众刚好人数是666哎，天啊！666聊天室刷一波，666，算了，77好了，好没梗哦，烂透了。中路还好，还好，还好。哒哒哒，好大声哦，小声一点。我应该是完全不需要，完全不需要开大，我就可以杀到上路了。他血有点危险，我觉得他会死。因为对面也没魔，杀小啊！被这样推，发生什么事了？对面怎么那么龟啊？对面怎么那么龟啊？发生什么事了？太龟了吧！
我没办法，我逃不掉啊，我一定得回头打。我回头打能杀掉一只算赚的了。闪现没有用吧？出猫油的，靠背。哎，真的假的？该不是吧？我靠嘞！今天不太适合打了哇！天哪！能够马上改到用手机连线的也是蛮屌的，代表他不是用桌机，你知道吗？他可能是用笔电，不然哪来的 WiFi 接收器啊？换掉它而已啊，叽叽，对啊，就是你要有 USB 接，你要有 USB 的那个 WiFi 接收器啊。史上最短瞬间，我是拿我闪现的那个力量，你知道，瞬间移动是需要很庞大的能量，我用我那个能量撞它，撞死。啊 ，USB 的连接线啊，对耶 ，iPhone 的话 USB 连接线可以连。A true hunter never rest。 啊，大屌痛。哇，我觉得我有点迷油嘞，我现在感觉我有点酱油了，我在干嘛啊？我好像一直在晃欸，不妙不妙不妙，我们要主动进攻哦，我们要主动进攻哦。每个人都是这样享受过体质感，做爱情白嘴的保养。啊，我刚不是有拼吗？那里有阿里。哇，我们主动进攻，说个笑话，主动进攻。我们刚刚应该转过去打阿里。说个笑话，主动进攻。没有，这难打点是在我们没有，哇，好帅哦！刚刚什么东西？伊泽瑞尔拉大，好帅哦！我们
我们没有办法主动打、啊，应该说我们打不赢，主要还是因为他们刺客很容易杀我们这些软皮啊。我们刚好被克啊，乔治被克。哎呀！阿力那个球，你在跟我开玩笑啊！我有两个长距离炮，把一个人的温暖转移到另一个的胸膛，让上次犯的错反省出梦想。每个人都是这样，享受过提心吊胆，才拒绝做爱情带罪的羔羊。回忆是抓不到的月光，比较阿里大，可是我们可能掉八龙哎。身上流转，总有一张被原谅。阿里没大，阿里大转多久啊？是不是已经快转好了？不要失望，当机会尝试为了最美的爱情崇拜，快乐崇拜，臭杯。不妙啊！我们没有主动权啊。哦，雷哥最需要主动权啊！哇！发起来啊！干！别勒！哇，被秒杀哎，超扯哎！哇，我以为我可以马上他走掉了。需要今日不宜，今日不宜打捞啊！不妙啊！不宜打捞。哇，不宜打喽哎，然后打什么？能不能去打魔兽世界？但可是魔兽世界现在打就不有趣，你们一定不想看。今天你想怎么输？躺着输、站着输、趴着输，还是随便输一输？